我们看这题目，果蝇细胞中有三对染色体及一对性染色体，雄果蝇与雌果蝇形成配子时，雄果蝇从四对同源染色体中的每一对随机贡献一个，而雌果蝇也从四对同源染色体中的每一对随机贡献一个，再结合成受精卵。若每个同源染色体内皆为不同的组成，试问这样的受精卵共有多少种可能情形？好，那么雄果蝇，它从四对同源染色体中的每一对随机贡献一个，所以呢，这会有2的44方种情形。好，那么雌果蝇一样，也是从四对同源染色体中的每一对随机贡献一个。所以也是有2的44方种情形。那根据乘法原理，总共是有2的44方乘以2的44方这么多种可能情形。那么这是等于2的44方是16，所以这是16乘以16。我们答案回答，这是256种。这个答案